没有弹吉他唱歌，怪怪的。等一下，我可以容许我假装这样吗？可以。哎，不习惯。然后那个吉他手又弹得太好，然后鼓手表情太严肃。刚讲了，既然是就职大典，大家一定要喝一点酒啊。可是来到这里讲酒就 low 掉了，要讲喝汤，好吧？那个有汤的朋友哈，大家就喝汤哈，没汤的就加汤，好不好？其实铁花村经营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有赚过钱，因为来听歌的朋友很少喝汤，所以那个快经营不下去了哈。给你们五分钟去加汤，好了，开个玩笑，默默的去好不好？老板，我们这边是很有现实的呢，怎么会谈这种？阿林呐，不是，好了，既然要喝酒，还是要喝那个部落的一种汤，叫什么？知道吗？小米酒的，小米汤，漂亮，小米汤。这首歌，不是这一首汤，这一首汤、哦、真的很好唱，很好喝，然后在这里请大家喝，好不好？虽然还是要喝，本人还是要请代表台东县警察局为各位开车不喝酒，好不好？喝酒要找鼓手，吉他手了。好了，送给大家这首小米酒。
来来一杯，树下没有唱，再次来，千杯万杯，再来三杯，因为酒量比较好，再次，千杯万杯，再来两杯，还一杯啊，千杯。